哎，你好，大家好，我来自香港的，哦，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好，假如明天联合国可以，让这个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还是用另外一个名字，是重生的加入，加入这个联合国？两个问题，一个是用。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名义重回，不是再议。另外就是重申另外这个名，OK，这个再议。我了解你的谢意谢。思哈。这个问题呢，取决于你本身的意识形态跟态度。蓝营一定是希望中华民国这个重返联合国，绿营是希望以台湾的名义。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本身可以决定，而是看现在国际社会是怎么样一个接受我们这两种看法的问题。因为我们本身的意愿，所以我刚刚强调一个问题啊，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研究政治的问题，不能站在本身的立场看，你本身的立场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把本身的利益跟人家的利益结合，所以这个问题哦，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答复。那么，假如你今天蓝营的朋友工作做得好，你能够跟加拿大、美国都同意中华民国，那当然可以啊。那你同样，你绿营的工作做得好，那么就是台湾，就是这么简单了。因为我讲话很客观、很实在，我不愿意讲一些这个不着边际的话。对不对？不晓得这个能不能解答你的问题。然后台湾的现在的人民，怎么样想法？OK，这位香港的朋友啊，你们不要吃饭吗？不要吃饭，我再跟你们讲一下，再，好，我，OK，国民党政府跟民进党政府。最大的对于两岸问题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好，蒋经国也好，就是李登辉之前呢，他一直是认为我们的主权，我们的领土主权是包括了整个大陆，我们只是在这个主权的。互相否认，可是治权方面，我们是互相承认，是两个的政治学的实体，这是国民党的看法。民进党在1999年5月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一个最大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领土的范围限缩到台澎金马以及附近的岛屿，还有那个经济的这个区域。这个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最大的分别在这里，可是你看民进党的问题，要看民进党成长啊，有三个文件是你一定要看的，一个是1991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通过了修改党纲，里面呢提出来一个主张，制定新宪法，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台独党纲，哈。可是1996年是个很关键的年份，为什么呢？那一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连战，高票赢了彭明敏跟谢长廷，民进党的得票只有21.几%啊，20点几还是21点几，是他们1986年建党以来最大的挫败。那么，因此啊，民进党的那个精英分子、少壮派，就是学运派那些人呐、啊，由当时的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周一成主导，里面包括谁呢？今天民进党最大的派系新潮流的大佬段宜康，还有现在立法委员钟嘉宾啊，还有。外独会，什么叫外独会？外省人搞台湾独立有个会的秘书长田新，还包括呢，那时候是民进党的国大代表，
郑丽文现在是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郑丽文他们联络了100多个青壮一代，通过了一个叫做台湾独立新世代行动纲领。他在这个纲领里面就讲他们新生代对于台独运动的看法跟老一代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文件不是普普通通，他内部经过辩论，经过怎么出来的，然后他里面讲，他说台湾独立运动不一定要变更国号，不一定要变更国旗，也不一定要改变一些。他有一句话讲，他说台湾独立，你不是以台湾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这是民进党新生代的看法。那个100多人当中，今天很多都在立法院都在政坛的，你可以对号入座，这个都是一个正式的文件，所以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最后一个文件就是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可是不管台独党纲或者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台湾前途决议文他讲的，他说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刚刚主任讲的，我的主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关系的，没有隶属的，可是他最重要，他说台湾现在这种独立现状，任何的更改要得到台湾原住民全体的投票通过。1991年的台独党纲也是这样讲，换句话讲，台湾要走独立一定要台湾所有老百姓投票通过。所以你站在这个立场来讲，民进党 的主张比较极端。可是你假如今天我有机会跟习近平面对面讲话，我一定跟他讲，我说你看看民进党的这个文件，它是有弹书有旋转门的，假如你真的能够把对台的政策做好，落实你这个所谓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话，你独立公投不一定能够通过。诸位知不知道，去年2021年台湾送到大陆的那些商品啊，创了历史新高，我们是粗糙的。我看过三个不同的数字，一个是1047.41美元台湾赚大陆的，中位数是1567.41美元，最高是1710美元。那么你假如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就是台湾为什么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应该把两岸关系处理好，假如你能够处理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享受大陆这个红利。当然最大的原则，不要失去我们国家的尊严跟老百姓的尊严，这是大家都同意的。那么你同样大陆，你假如武力犯台的话，你把台湾打为稀巴烂，你来重建啊，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啊，你倒不如每年给台湾赚个，你反正现在很有钱嘛，给台湾赚个100多亿嘛，对不对？赚个1000多亿嘛，对不对？你有办法，你不用把台独枪毙啊，我就给你树立啊，我就在那个，我跟你讲啊，牵涉到政治问题的时候，理论是假的，吃饱饭是要紧的。你假如共产党能够看透这一套啊，他不是没有路啊，双方都有路啊，可是你就是要看你怎么运用你的智慧啊，对不对？可以吗？可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嘛，因为香港的情况现在很严峻，我看到你们拿了 banner， 我100%帮你们。好，谢谢。